禅师一定要好好练，打拳该铲铲，哦，不要一下就打得很高干的样子，不用铲，会让你练成的时候缠在里面，会不太干扰，那可以。但是基本还没打得很好的时候，你已经跑到那边就有点跳格，中间有些东西其实你做不到，哦，做不到，哦，所以要一步一步一步，哦，这样慢慢来。好，所以你们在推的时候，不管是正手什么，都一定要加入这种缠转，那就有切削的能力，哦，切削能力。你看，要切要削，你那个刀是不是要带有锋利性？你们软趴趴怎么切人家？你们想，对不对？软趴趴是不能切的啦。但是切如果刀刃太厚，不能切，砍得人家很痛啊。所以这个都是要再把它精准化，啊，精准化，哎，细腻化。基本上，如果你不传世人，人家这样推过来，啊，我们现在是故意把那个高度放低。你要这样推过来，你大概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啊，大部分都这样，啊，然后推过来这样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没有切削性啊，没有切削性。如果你要在中间来，你要推过来，要这样，这个地方没有切削性，所以还是会跟对方免不了顶，哎，好，啊，免不了顶。好，啊，再看一遍啊。啊，人家真的力量，这真有力量啊，哦！我如果下盘不好，都起来了。哎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真有力量的，啊，哦，真有力量的。你下盘不好就会弄这样，啊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维持这一局这样，所以你为了不让它传递到哪里去，所以中间必须要变化。一个变化就是说，哦，像不长就是把它放掉，这也是变化。哦，那个压力瞬间释放，哦，用这一招的，哦，用这一招的，哦，那瞬间释放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哦，会用启动那种情况。他知道我要那，他刚刚无奈退，对，人家就会这样嘛，两三次不就把你解决了吗？哦，所以啊，没鬼啊嘛。不过了嘛，在一边啊，我后来为什么？因为你中间毫无招架之力，哎，你一两次那个在耍阴，哎，来阴的，来阴的就是说，我的啊呢，刚才我的啊，不可能呢，哎，那个叫耍阴，那个不要练拳，不用练拳，啊，所以我不要耍阴，而且要能够走化。还能站得住，那怎么办？没有缠转，缠转就切削力，我放低一点。好，这样来，过了，看到我缠转吗？这里，好，这样来，过了。好，所以它有力没关系，缠转，啊，缠转就没事，啊，就没事，啊，所以这一种你看是。缠就是有点切削，把它切削掉，啊，把它切削掉。你看这个都一直在切削啊，哦，所以你看我们那个，比如说闪通背，有没有到这里？对啊，你常会用得出来，那这样有没有到这里？然后回去，不是这样用的吗？好，哦，所以在这中间过程都是一直切削，一直切削，一直切削，是黏住它。然后回去了，哦，他又这样，我这个又切一下，切一下，切，慢慢又进去了，哦，他会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啊，哦，这个轴不行，换这个轴嘛，啊，哦，会是这样。那攻的时候呢，有些会架得很好，好，哦，架得很好，啊，他有时候耍阴了，我去，他就突然一放。
好就去，有没有？啊，也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你这样不要这样去啊，你去了就这样去，干脆这样去，这带切削，你不要直接去，直接去它很容易侦测到我的轨迹，啊，轨迹就这样，哎，他就知道。但如果你这样，他轨迹不知道，切削轨迹不知道，而且你削到这样。削到这边，他反应过来，你削到这边，这边变这边，好，那轨迹他就拿，这样，对吧？这刚是这样削的，好，可能那个镜头看不到，我们跟这样，这个也在削啊，这一种，这个都在削，啊，旋转削，啊，旋转削嘛。好，现在这样换，这样啊有防备了，换削这里，这里啊，这样削，这样削，削吗？有趣，有趣。好，所以你们看，不管走画或是工，哦，都是。离不开铲转，铲转就是切削，对吗？切削，切削。好，这样，这个也是切削。但如果你在，如果你只是做这样，没有切削，没有切削，说你那个大的轨迹是有，啊，这个大的轨迹，大的轨迹是这样，但是我这个手中间没有切削，就没作用。好，就没作用。你再看一遍，我这样没有那个这个切削的时候，我这样轨迹是没办法用的。你看，没办法用。但是我如果在这里面，我懂得切削，哦，因为平常我练铲，每个动作都会这样，所以我这样有切削，一样不丢啊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样出不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切削，你第一次可能得逞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得逞嘛，那第二次就不得逞了，哦，因为你不会切，没有切削的功能，哦，这个你看就这样呗，没有切削。那有切削是再过来的时候带着，看到吗？嗯。从这里跑到这里，嗯，这中间就带摩擦在吃哦，再稍微吃它哦，你光这样轻轻的没用了。没磨到也没用，哦，你这样太轻也没用，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有点吃进去，这样才会有用，哦，而在这一刹那跟地面结合，那个螺旋劲就起来，哦，它就是 一股劲就起来，搅起来，哦，就搅起来，所以这没有 特别讲这些细节的地方，一般人是不会去观察到。哎，只是想说，嗯，啊，老师都安尼去，啊，无你来看，哎，你安尼换你去，常常会这样，啊，所以这就为什么禅师要好好去练，要练到细腻。我现在是还没切下，哎，因为我不在适当的时候，我还不用这个，就是在跟他慢慢合，啊，慢慢合，合到了，合到就走。啊，其实要合其实很快啦，我只是现在在慢慢跟他摸，啊，慢慢跟他摸到一个程度，他就会出去。但是你真的用劲的时候，我这样，那还算粗糙，因为你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做瞬间的变化，瞬间的切削，啊，所以你这样摸，啊。有练过，我会给你这样摸，啊，所以你就是要练到说，我切削不是说我要这样去切，这样去切，这样切也没用啊，因为都在它的所谓设定的速度范围内，啊，所以你这样过来的时候，你要在一个瞬间情形的，像这样也可以，哎呀，看到我拳吗？嗯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都是。过去。
当然，如果你是这样打，是打不到的。嗯嗯。啊，所以要利用禅师的切，这样打，就可以打了。切是这样，这个就切，这是这样，重点是。